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快点。先来看一下贸易战的情况，到底北京如何应对新的贸易战呢？经过一周的发酵之后，北京的诸多举措都指向了要先稳预期。有中共内部的智囊人士就透露说，经过一年的拉锯战，北京积累了以牙还牙和以柔克刚的经验，也明晰了贸易战本身对经济的伤害其实并没有伤筋动骨，最大的杀伤力就是令投资者丧失信心，资本外流和动摇了社会的稳定，所以要先稳预期。那么再来看一看欧洲方面又是怎么看的呢？欧洲的这些个盟友们是怎么站队的？中美贸易战再一次的激化，川普宣布加征的关税也已经付诸了实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袖手旁观，还是毫不犹豫的支持盟友呢？进入周末，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冲突仍然是德语媒体关注的焦点。奥地利的新闻报在周六的时候就刊发了题为《在贸易冲突当中，我们应该为川普加油》的署名评论文章。文章开宗明义的就写道，虽然美国总统川普不按常理出牌的套路让整个世界的经济都蒙受了损失，但是抛开他的那些虚张声势的口号不谈，欧洲各国还是应该支持川普，原因就在于面对北京，华盛顿可以做的事情是欧洲无法企及的。再来看一下贸易战升级之后啊，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有了新的盼头。美国上周上调了2000亿美元中国货的这个关税啊，调到了25%，并且指呢将要对3000多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货品再次的开征这个25%的关税，被形容是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但是社交媒体上显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圈内啊几乎是一片欢声，他们希望以此来加速中共政权的转变，或者至少能够消除掉官方设置的壁垒，让民众能够买到更加低价的海外的产品。但是华盛顿邮报的分析就指出呢，美中贸易战可能会是有三种结局。第一，就是川普得到了一个好的交易。第二呢，就是得到了一个差劲的交易。第三，就是没有交易。那么换言之，其中两个选项对美国人来说不是太好，甚至是一个败局。这是华盛顿邮报的分析。再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美国股市周五的时候上演了逆势的一个走势啊，结束了4天的颓势。但是这一波的反弹的势头呢，不足以让美国的股市摆脱今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周。一周下来，标准普尔的指数和纳斯达克仍然下跌了2.2%和3%，创下了去年12月以来最大的周线的跌幅。道琼斯指数也跌了2.1%，是2个月以来跌幅最重的一周。但是苹果是这一周当中最惨的啊，号称是被躺枪了，因为在这样一个蒸发当中呢，它就蒸发掉了668亿美元。另外，也有观察家对中美贸易战呢做出了新的分析。在美国宣布对中国涨税之后呢，上周新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是无疾而终。有观察家就指出，双方并没有多少意愿尽快的签署这个协议，而中美之间的矛盾摩擦层面已经在扩大，很难靠贸易停战来解决。贸易战进行的同时，华盛顿已经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不分民主还是共和党人都倾向于要对中国强硬，或者是更加强硬。那么在这种对抗的氛围之下呢，习近平也要面对中国国内，一个是中共建政70周年，再有就是64、30周年等一些关键的时刻，他也没有余力啊来向美方妥协。北京的学者说，中美最终还是会互相的妥协的，但是接下来要开打的是汇率战。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透露了中美的三大分歧，虽然短期之内难以解决，但是北京有学者就分析说呢，中美已经进入了第11轮的谈判，相信肯定不会是白谈，最后还是会有一个相互妥协的结果。那么他认为呢，中美即便是达成了协议，也只是暂时的休战，依然无法解决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贸易战是中美长期博弈的第一回合，接下来会是汇率战。另外，美国之音的报道也指出，中美之间的对手关系已经是
非一张商业协议能够解决的了。另外，《纽约时报》11号也分析说，美中贸易争端只是中美两国之间经济利益冲突的阶段性表现，这种冲突既是经济的博弈，又是科技的竞争，还涉及到发展规模等一些重要的领域，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构成了空前的挑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在伦敦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说，他把中国构成的威胁与俄罗斯和伊朗相提并论。蓬佩奥说，中国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一个专制政权以苏联从来没有的方式在经济上与西方融为一体。另外，有独立评论员胡绍江先生他就说，贸易战教世界读懂了中共啊，这位先生就说，不管这一轮的谈判是否会有进展，也不管中方最后是否会做出外界期待的让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便是让中国的生产者或者是消费者有好处，但是假如他对中共的政权、对中共的权力产生了致命的伤害，那么中国政府也一定会拒绝这样的让步。与此同时，他们认为暂时的让步有利于、他们的政权、他们的整个的社会、更加稳定，能够站住脚跟，或许他会让一步，但是一旦缓过气来之后，他们又会撕毁协议，并且通过加倍的反扑的方式来反咬一口。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709律师王全章的最新的案件的发展。709案的律师王全章四月底的时候转到了山东临沂的监狱，当局呢以监狱会客室正在改造为由阻止了家人的会见。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在向西方多国的驻华官员求助之后，他突然收到了王全章的一封狱中信，出现了一些令人生疑的忏悔和反思的内容，并且重复官方的理由，要李文足近期不要去探视。李文足就质疑这个信中的内容好像这个党校进修了四年，所以他誓言一定要亲眼来见一见王全章。另外，有多名的中国维权律师就表示，这封信肯定不是王全章的真实表达，狱方是希望借此信件为不准家属会见的背书，这不仅违法，还侵犯了家属的探视权。薄熙来的前妻和他的长子近日现身山西，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指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于2013年被判了终身的监禁。今日网传的一张照片据称呢是薄熙来的前妻李丹宇和他的长子李望之于一周前现身了山西薄熙来的老家。据称呢，这是李丹宇在2012年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之后再一次的公开露面。好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快点。我说我一直有一个念想，这个念想就是怎么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就是把他们的思想、把他们的价值观能够更好的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不是像社交媒体现在是这样的杂乱无章，所以怎么建立一个兼不能算是能自由这么一种宽度，同时呢又让他们的思想和的品质能够得到一个保障，这就是我建民进电视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这个集散地，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这些人的知名度也因此得以增加，成立了一个新的电视台叫民进大家台，这个大家台就是让大家来参与，一起来建设这个民进。嗨，遍布世界的民进网友们，你们好吗？今天你所在的国家有什么新闻？2019年对民进而言是不寻常的一年，经过两年多的积累，我们正式进入高速成长阶段，蜕变虽然艰辛却也幸福，我们终于可以展翅飞翔。短短几个月内，我们打造了今天大新闻、民进聊天室等精彩栏目，开发了文字邮报、音频播客等周边产品，并组建了一支来自全球的优秀专业团队。从今天起，一直陪伴您的民进将更进一步贴近您的生活，我们正式推出民进专属周边商店，以后记得抱着民进抱枕看民进电视，也可以作为靠背，看节目久了也不会累。出门时记得把您的书籍、笔记、双记点点今天是主题手袋，走到哪里读到哪里，读到哪里想到哪里。此外，我们还推出了手机壳、休闲服装、马克杯等其他产品，
未来我们还将陆续上线更丰富精彩的商品，你也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并获得价值回馈哦。明镜从线上到线下的陪伴，带您了解世界的变化，守护您走过人生的旅途。您善意的支持，我们温馨陪伴，让我们与世界并肩同行，爱新闻的人永远不寂寞。当然，这只是我们2019年发展规划一个环节，未来几个月内，明镜平台从内容到周边，甚至到媒体生态系统都将更加丰富完善。我们深知我们还不够完美，成长途中也多挫折坎坷，但是有您的陪伴，苦涩也甜蜜，唯有用更好的自己报答最珍贵的你。